陈意涵平常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清新、很有正能量的台湾小女生。可是近日爆出的一组采访，就让大家觉得大跌眼镜。不仅交男朋友成瘾，甚至分手了还会要叫前男友陪她出去玩，并且是一堆前男友哦，不是只叫一个，引得大家遐想连连，连说陈意涵绿茶婊。